感谢每一位来注射的乡亲，越多人打，我们就有更强的群体防护力。有位置，我们前面都可以坐。咱的目标是要拼六成的疫苗接种率。有就来做啊，拜托什么就做什么啊，有疫苗就赶快打了。手机上网预约，你有办法用的，叫少年的用，加紧就完成啊。你这动线足仔细的啊，很满意了，很好。一下子而已，啊，休息十五分钟。安就好啊，安就好啊。无论山海平原，咱拢有些疫苗接种站。为了方便上班族，我们特别开放夜间施打服务。全家六成防护力，需要你我共同筑起防护网。那别急着哦，现在就上网去登记吧。